Hello，今天要去哪里？那你可以等我们吗？Hello，去 Big Bear 好吗？跟着爸爸说，我们今天去哪里？那你可以等我们吗？Zoe，要出发了吗？你刚刚给我的那个小电风扇我没有带哦。哎，要录影哦，对，你要带吗？给你啊。终于开到了。嗨，Zoe，睡醒了吗，Zoe？对啊，怎么感觉心情不一样？你睡上铺，走一块，好上去。你要睡哪里？那时候睡哪里？你套错我车，我可以把你输掉嘞。那你就过来呀，我可以把你输掉嘞。可以呀、啊啊，我不要抽你。不行，你要吃我。我不想吃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吃。你管人家怎么想？我在摸我的耳环啊，想量摸。如果吃掉你的锅，我就赢了。有人说最漂亮的女生是卖麦的吗？好好笑。他那个花是真的假的？那是假的吧？那这个在玩家。你吃我哦！你一吃我，我就将军了。还有我。抹黑色的，我把你这个吃掉，把你这个。因为过河所以右转。我不能吃这个，我一吃这个的话会被你的鸡吃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要，不能去吃。砰砰，下车，换你了。哎呦，麦钥匙被吃掉了。可以了。怎么办？不对，我吃了阿公鸡。真的吗？吃阿公这么多干嘛？直都被他吃掉了。换你，你现在要想办法。这个要赶紧跑啊！怎么了，周姨？他怎么了？他怕什么？怕新环境。哦。我们有没有跟小鸟说嗨呀、啊？不要。不要我。你要跟狗狗分手、你要吃肉肉吗？不然我要放心的。你要 milk 是不是？熟的都放。不要喘一喘就好了。milk 对呀、啊，妈妈卖拿 milk。这个肉。那要是有乖乖吃饭吗？水瓶座。Yeah。啊，好乖。做好吃饭。好香哦！不要看，是礼拜六的早上几点呐、啊？十点，我们要准备去湖边走走。我们要去湖边走走。不要！真的，看看阿公，阿公在帮麦麦穿袜子。如果你要帮你穿袜子。好，爸爸帮你穿。若也要穿袜子吗？要啊。行。我们来看看这边。你的水呢？若也你的水呢？姥姥。嗨。好。太黑了吧？还好。房间我刚把窗帘关上。我刚给你拿水，水在这里。哈喽，宝贝。哎呦，小宝贝，来，小宝贝来耍赖。小宝贝。走了，走了。Zoe。坐车车了，出发吧。Go。走。左边吧。嗨，周一，九九在这里。九九，跟九九说嗨。嗨。
这不是海边，这是湖边。湖边。姿势有出来，跟帽子一样。阿公抱，阿公还好吗？甜蜜的负担吗？姥姥说好险没有要我抱，好险。走。要帮爸爸推车，到底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呢？好 ，Go！ 哎呀，水都喷到你自己了。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怎么越跑越远了？快点！全部看这边，全部看。麦老师看完再玩好吗？哎呦！耶耶耶耶！啊？有吗？可以吗？干嘛？你还要做是吧？菜不够。一个要做，一个不要做的。嗯。来张。有。嘴巴是绿色的。好多鸭子呢。太笑了。小鸭子像黄头绿色。他们以为有吃的。一颗这样，太大的会砸到他们，不能丢到鸭子上。哈哈哈！丢这么近吗？丢远一点，这个有点大。这么多鸭子，要找小一点。
小，抓个超级小。你要不要去跟哥哥一起丢石头？他说好。在点头。过来，你看一直点。哎，所以这些鸭子多善良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鸟飞过来，我刚好拍到。他以为你要喂它东西。石头在地上，他就过来，他以为是好吃的。对啊，你看，对对对，你看，他吃石头，吃石头要吗？就算没有人的地方啊，轻轻的丢。这以前一个小时20块，对对对，现在可能是200块了，现在可能30-40了。今天午餐是吃意大利面 ，Say hi， 嗨，两位大厨，一个弄洋葱，一个弄牛肉，还有一锅水准备要煮面，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很开心的，又可以看卡通，看卡通。很有内容，一边教小孩胖，一边有什么好。中午吃完意大利面，竟然开始开 chips， 这对吗？这对吗？太少了，太少了，要加一点。怎么样？我们需要大包的吗？不会酸的。太夸张，有这么多水果，竟然没有人吃，竟然要吃 chips。还有酸 chips， 好吃 ，classic 原味，好吃。My gosh， 嗯，你要吃吗？嘎哥，大蒜，嘎哥了，不是的。我们睡完午觉又出来走一走了。运动一下，要走一走。走一走再坐车。臭我大脸。背光啊，背光不好拍。都没水了。上次来还有死鱼可以看。对啊。吓死人了！周易来找你了，周易要推，你跟周易一起推，慢慢的、哦。要先补，请补，请开始补。等一下哦，请补。吃完饭更想打麻将。我都睡啦。
今天是礼拜天的早上，我们在吃麦当劳早餐，最丰盛的 Deluxe。 柔仪在吃早餐，好吃吗？大家好吃，好香。麦麦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哎呀，嗯，听到什么？哎，九九嘞？九九又回去睡了。九九又这样子，居然还不能休息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们等一下吃完早餐，收收就要回去啦，就要回家啦。大家挥挥手，拜拜。下次再来。拜拜，麦麦有挥挥手吗？有。嗯，谢谢。干嘛？不要说。好漂亮哦。嗯，漂亮。是红色的小花。九九一早起来就给我闹事。赶快多称赞一下九九，快点！我帮了罗宇堂吃饭，好。罗宇堂上好漂亮哦，是花花吗？上的花花好漂亮。终于转移注意力。舅妈也很喜欢红色的花花哦，你看我还有耳环。哇，周宇耳环，是不是好漂亮？你长大之后也可以戴耳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要就戴，不会啊，我就是我妈带我去打。